二位慢走，慢走，当心点。公子慢走。怎么了？酒还没醒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走了一天的路，不能腾云，不能飞，腿有点酸。当凡人可真不容易。要不我背你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突然间就不累了，真的。季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商榷哥哥，人家也累了嘛。你也背背人家嘛。哎，商榷哥哥，你跑什么呀？对了，你先说。你之前不是说你我之间并无情谊吗？那你刚才为何又说古兰是你心中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？这个吗？你这话是不是骗我？不是。那并无情意是骗我的了？也不是。倘若之后你真的攻打水云天，杀仙族的人，你就是我的敌人。那你刚才想说什么？你真的不生我的气？生什么气？以往我说忤逆你的话，做忤逆你的事，你都会吹胡子瞪眼，发好大的脾气。本座要了你的命。我以前都是这样对你的吗？是啊，可是这些天我说了你不喜欢的话，还管着你，还弄丢了古兰，你都没有像之前那样。你真的没有生我的气吗？